N101百事通牌照的这个机顶盒现在开始刷机，固件呢我已经放到我的 U 盘了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把它插到电视，稍等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没通电啊，开始通电。一开始呢是原来的这个中国移动的这个固件，现在不用理它，它会自动刷机，稍等。入口没插好，拔起来。放在后面，它自动的开始插好 U 盘之后会自动的复制这个文件，不要理它就行了。刚才是 U 盘没插好，如果前面 U 盘一插好的话，开机的时候已经自动复制了，稍等一下就能看到了。自动重启，안녕하세요，说的是需要5分钟，但是其实不用，看这边一直在闪。自动重启，可以看到开机画面已经改变了，自动识别。到这一步呢，其实已经可以把这个 U 盘给拔出来，拔不拔看个人，我无所谓啊。至此刷机已经完成，现在你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了，然后点击设置接上无线之后打上密码，就能够自动下载那个叫什么应用市场。大家看着，马上有东西出来了。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沙发管家
或者等一下出现的那个当被应用市场啊，等一下就可以自行的安装软件了。在这里呢，能够设置天气预报什么的，支持刷机已经完毕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